今天穿背心的哦，不一样哦，吼、哦，哎<笑>、欸，这首歌是廖志成大哥的歌嘛，新点的，你啊，拢无唱过啊，哦，你爱对麦克风啦，拢无唱过啦，哦，没有唱过，没有唱过才有挑战性啊，你得当做新歌来唱，对不？所以咱的金曲哦，一两千条的，你得拢当做新歌，吼、哦，你唱的啊，人感觉好听的。 越多人会到传唱，哦，哎，这个良好的示范，好，非常谢谢我们的玉州大哥。